好，还是偏低的坏球，现在让后进第二次的四坏球保送。我连续的两个的滑球都没有产生它的一个效果，后续的一个变速球以偏低也保送了。哇，内角低球，还是四坏球，连续两次的四坏球保送。带起来，中间方向安打，哇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陈品杰、李凯威，现在在二三垒间，本垒间形成夹杀。五、哦，好，遭到 take out， 哇，结果只跑回来一分了。李凯威遭到了刺杀出局，两出局。郭彦文有一分打点，先追平比数一比一。